一身的气质，也不具备为人师表。 发生了口角，在移居美国父母的催促下，我决定办移民手续。不少的人都羡慕的不行，说我太走运了。这样，我的档案很快就落到了街道办事处。喂，找谁？ 杨梦吧？啊，干什么呢？剔牙的。剔牙？吃什么好吃的了？面条。够惨的，明儿咱们改善改善。哪儿啊？还是上一档吧。行啊。二位里边请。哎，徐姐。哎，您这儿的菜有点意思啊。托您的福。哎，明儿个得改通宵营业。你要累死我呀，你。谁跟钱有仇啊？<笑> 我看你还是吃点喝点吧，也算对得起自己。电话里听你声音情绪还可以啊，怎么了？童老板，多喝点啊！谢谢您了。二位可一定尽兴啊！您忙您的。哟，小梅。 你可真行！哟，我说亲弟弟，有时候没来了，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呢。老赶不上趟。嗨，再努把劲儿。徐姐，你也出去混过，怎么又转回来了？哎，我说兄弟，这人和人可不一样，不是个个都能在外边混的。你是文化人，出去转转，见见世面，有好处。 哎，你解我可不成？来，中国字儿没学利落，外国话更不明白了。那毕竟是人家的窝，拿咱村长不当干部，我是开饭馆的，哼，更拿咱豆包不当干粮了。对啊，还是咱妈说的对，这胳膊肘得往里拐。 想来想去，得，我还是打道回府吧。徐姐，哎，电话来了。亲弟弟，亲妹妹，吃顺溜了，吃喜欢喽啊！来，嗯，慢吃啊。哎，好好。徐姐坎坷，不易。别听老娘胡说八道，指不定怎么回事儿。 就笨，想走的都走了，就你稳得住，一点都不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不是我不急，人家签证书不签我也没办法。你爹妈都在国外，又接受一笔遗产，就不信那么难？那是美国，不是我们家开的店，我爹妈也得托人。那小娘们够狠。 这谁敢要啊？先生，对不起，这儿的损失您得赔偿。我赔，我赔。放开我！ 走吧，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指望你什么了。怎么了你？不用你管。混蛋，你疯了！放开我！把我。
他妈找死呢，给谁奔丧呢？他妈的！对不起，对不起。真想追到他们家去，可是我克制了自己。但什么事儿都该有个了结。说实在的，这些年多揪心的事儿，我也没落过泪。为了个女人，值吗？工业联合公司昨天正式转变为中国东北内蒙古煤炭集团，国务院总理李鹏为这家集团提名。东煤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全国最大的跨省区煤炭联合企业。来了，我国第一部中华民族。哎，刘山，你上哪儿去了？害得我们俩在外面小饭馆整整等了一晚上。进来进来。哎呀，你不错呀。一个人多好啊。还行。你爸你妈去美国有四五年了吧？五年多了。他们说什么时候把你办出去了吗？天天说办也没个准谱。坐吧。嗯。人美国人也有政策，总不能成天结队的往自己家领生人吧。你别瞒我们不可。这么晚了是不是有事找我？听说你档案落街道了，成了自由人了。你也听说了啊？哎，能帮我个忙吗？换美元还是借房子？有家合资公司决定录用我了，可学校死活不放，说必须有合适人选顶替才能考虑。啊，说实在的，当中学老师有什么意思？受气受累不说，钱也拿得少，想结婚又分不到房，真是倒霉死。凡凡和你不能比，你条件优越，反正你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好歹你先帮我们对付着，实在没劲了，办个移民是早晚的事儿，你拍屁股走人。咱们是十几年的哥们了，要能帮的忙我能不帮吗？关键是我的教学方法让人无法理解。反正你在这儿待不长，哎呀，又不是让你待一辈子，凡凡这次机会来得不容易。再说明年的政策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是，说真的，要不是知道你有这么硬的后路，我也不会为难你。肯定不行，学校这关你就行不通。哎，学校方面我去说呀。哎，没喝啊？喝。哥们儿，今儿这事儿算我没说，不愿意就算了，大不了我跟他们翻了。行了，别说了，走吧。咱们就认命吧。哎，就这么着吧。你对教师这项工作怎么看呢？怎么说呢？说喜欢也喜欢，说不喜欢也不喜欢。我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先定一个学期的合同，下星期上班，就算是试用吧。可以。嘿，听说咱们的班主任到外企挣钱去了，新来个合同工。合同工，听说是教语文的。他成吗？就是啊，估计没问题。哎，男的女的？哪个学校毕业的？男的。我怎么知道？新老师行吗？
别是个奔驰250，要不够咱呛。奔驰250不是轿车吗？奔驰250就是又笨又吃，外带250。下午打球去。顾世伟别玩了。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新老师第一天来，我们要给他留个好印象，知道了吗？哎，好。好了好了，进去吧。走，走吧，过去。走吧。老师叫人呀。走走走。孩儿们，你们好。这老师属猴的吧？行，这见面礼不错。够神的，真瘦。初次见面啊，我上课有个习惯，要坐着讲课，要不然你们坐着我站着，你们闲着我动着，太不公平，影响情绪。我说你们能允许吗？你们说。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可以。你搬搬椅子。真够神。老师，椅子来了。好。我说，下面咱们就开始上课啊。起立。坐下吧，坐下吧，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个。我的尊姓大名你们都知道了吧？不知道。刘山，别念成斌。下面我照着名册点名啊，我念到谁的名字，谁就把您的贵手抬抬，让咱也认识认识。你叫什么？我叫珍珍。这是我们珍珍老师。这是我们珍老师。那天不好意思啊。没事。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就是，我也没想到。我们实习都快结束了，中间还换了指导老师，更没想到是您，刘老师。别这么说。我哪能当你老师啊？那我看咱们这样吧，以后就都别客气了。没学生的时候，我叫你刘山。我叫你珍珍。好吧。就这么定了。嗯。哎，小杨。李伯伯。哎，你知道刘山上哪儿去了吗？他上班去了吧？听说他又去当中学老师了，再见。哎，再见。八成是真病了。你可真行啊，刚来一天，同学们就挺喜欢你的。别捧了。说真的，哪天你得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情况。现在这帮猴崽子可不好对付，咱得知己知彼，你说是吧？这个班的情况我倒是了解过。家庭成分从高干高知到工农商学兵，什么样的都有。不过现在的学生不像我们那时候了，比我们能耐多了。嗯，够我折腾。刘老师，别挤车了，我带您回去吧。不用了，我怕警察。您是瞧不起我这人呢，还是瞧不起我的车呢？我敢瞧不起的就是我自己。要不你带甄老师回去。你别害我啊，我也怕警察。那我可走了，反正我的心意到了。再见。再见。现在的学生够狂的。听说他父母是外交官，家里挺有钱的。嚯，够忙的。瞎忙。我说你是真病了，还是有点傻？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没办法，哥们儿求我，
那好，我求你办出国的事，怎么办？我说咱非往外国奔什么劲呢？我一哥们在外边打工，回来探亲，说见着圆的就想刷。你别给我犯贫。我问你，你不会不帮我吧？让我爹妈给你担保？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担保，准备去英国，就是跟你爹妈借点钱。行。你高兴点，我不是说过了吗？出去后会给你来信的。我真不明白，一说出国，女的永远比男的胆大。那当然，你看奥运会，五星红旗一升，领奖台上站的尽是女的，男的是惨点。哎，珍珍，你好，你好，传达室给你电报，去拿一下吧。是吗？好，谢谢啊。姑娘，拿着。谢谢师傅。哎，这不是珍珍吗？哟。你好，你好，干嘛了？我等车，前面施工车改道了，改道了啊？怎么不贴张告示？贴过半天，让风刮走了。哟，你自己还买菜做饭啊？没辙，凑合吃呗。你也没吃的吧？没吃。哎，我们家离这儿不远，咱们俩一块儿坐吧。好吧。进来吧。好，把菜给我吧。哎，那厨房在里边。老师也在啊，刘老师，高端下午带我们开了一个班会，嗯，我们到处找你，就是楼上楼下，连厕所都找了好几遍了，对，就是，是吗？有那么严重吗？当然了，严重了。我们班长还没选呢，还有副代表呢，还有副代表，还有班费呢。上学期一个人只交了1块钱，那也太少了。没错，现在物价涨了。好，好，大家先进来，进来。要我们脱鞋吗？脱吧，脱吧。把我鞋脱好，哎，我鞋。冯志伟，是你主意吧？不是。你真心朝南啊！将来我要有一个屋子，绝对这样。怎么不进来？老师，我脚有味儿。有味儿怕什么的？把鞋脱了洗洗。就是，进来吧。哎，刘老师，这盘子哪儿的？墨西哥。啊。哎，老师，去哪儿买的呀？这是人送的。哎，你瞧这个。刘毅，自己倒点热水。啊。哎，珍珍老师，你怎么不高兴啊？是不是我们不该来刘山老师家啊？胖子，洗你的脚吧。老师，这是你爸爸妈妈吧？对。还挺像的，是挺像的哈。小雪，快过来看看，看看。让我看看。老师在哪儿照的？美国。哦，在美国照的。又不是电影明星，有什么好看的？亲爱的山儿啊，你可要让父母放心呢。你一个人在家要注意饮食和安全，千万不要让女孩子给骗了。父母是非常了解你的。哎，别念了，没事。看你寄来的照片，头发又掉了不少，不要轻信别人，要稳重，别上当。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就是天天盼着你早点来。以后你写信，你不能让老师微信扫地吧？哎，老师，你怎么不一块儿去啊？对呀，出国多时髦啊！就是，我要是去了，谁来收拾你们？收拾我，收拾我，老师，出国吧，出国多棒！哎，胖子。
刘一，回家袜子该洗了。啊，刘一，脚洗干净了，没味儿了。没味儿了。来，李文，让我香肥皂，一定有味儿啊。哎，怎么还有黑的？哎，我说，你们都没吃饭呢吧？啊，是的。其实我早饿了。你这模样不像饿的，像撑着了。老师用什么招待我们呀？有什么好吃的吗？嗯，我想想啊。啊，舍不得呀。哎，咱们到底什么呀？对呀，到底吃什么呀？想想说。这样吧，咱们来个十斤火锅吧。啊，让郑老师给你们做。我看呢。咱们还是一块动手吧，好吧，胖子，来，你那么胖，你该干点活了。开涮。李哥，李哥，加油加油加油。高端。我看这班长你还是先当着啊，等以后有合适的咱们再商量，好不好？你听见没有？啊？什么？让你当班长？那得大伙儿选啊。你先当着吧。哎，你们都同意不同意啊？同意。好，好，好，我先当。还有这课代表的事儿，你说怎么办？啊？刘毅，你说。刘毅。嗯，老规矩，谁成绩好谁当呗，是不是？对。董世伟，你说呢？嗯，我看这十斤火锅比涮羊肉好吃多了啊，是不是？涮羊肉，我跟课代表啊，老师说了算，哪一回不是听老师的啊？你说，听老师的，听老师的吧。咱们还是自报公益吧，啊？刘老师，我选刘毅当语文课代表。对，对，我跟李文完，就我那成绩，能当课代表吗？咱们家，别走，我问你。为什么成绩不好就不能当课代表？就只要有心为大伙服务，我看就能当。对，嗨，老师饶了吧，我得上厕所。你别上厕所，上厕所。就是屎尿多，心我倒是有，可我底儿太少，丢不起那人。嗨，刘毅要非不当怎么办？不让他上厕所。我当还不行吗？刘毅这课代表是当定了，你们说是不是？就对，没错。我行吗？我？你怎么不行啊？就让他当语文课代表，这样他的成绩就提高了。就是。刘山，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哎，甄老师要走啊？甄老师，哎，老师别走，再待会儿吧。不了，我真的还有事儿，先走了。哎，明天见。真走了，真走。今天的班会开得不错，以后还得经常开。啊。下面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下个星期，每人交给我一篇作文。啊，题目，我和我的父亲。第二个任务，大家吃完了收拾桌子洗碗。刘毅呢？我在这儿呢。下个星期把作文本给我收上来。哎。哎，伊朗无意恢复同美国的关系。维拉亚迪是在谈到美国大选结果将对美伊关系产生什么影响问题时说这番话的。你还真起来了。维拉亚迪指出，这是刘毅收上来的作文本。哦，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别走啊，坐会儿。不了。
星期六的课上的怎么样？啊，同学们挺配合的，上的还可以。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有啊。上一节，我跟大家说了不少。现在你们谁来给大家说说？你？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题目怎么出，就怎么写呗。废话。这样吧。现在我就按照这摞作文本的顺序，叫到谁谁站起来，给大家说一段你同你父亲生活中一件真实又难忘的小事，时间不超过三分钟。同学们都别紧张，刘老师评分一向很大方的。第一位，周玲。全班第一炮，想不想就看你了啊！我很爱我的父亲。我上小学的时候，记得有一次过生日，正巧碰上父亲出差去了外地，可是我还是一直等到他很晚。后来，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父亲回来了。他说要亲手给我梳小辫儿。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给我梳过小辫儿。他笨手笨脚的，可是梳的却极其认真。后来我到了学校，同学们都笑话我，说我的头发像个疯子，我却不在乎，因为是父亲亲手给我梳的头，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辫儿。完了，下一个，刘毅。精神点啊，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学习人周玲说多棒，你又是语文课代表，拿出来男孩阳刚之气啊。嘿，我和我们家老爷子关系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正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家里人处处都让着我。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老爷子特疼我，从来不打我，要是听见别人说我两句，他还不乐意呢。我升了高中以后，我们家老爷子对我也冷了起来，有时有事没事还跟我找点茬儿。要是我们家老太太上去劝两句，他没准能把我关在屋里打一顿。后来我也学油了，他一打我就跑。接着说。说呀。第二天我们家老太太找到我，让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赔个不是就算了。我回到家，他总是躲在厨房里不出来，我们家老太太给我使了个眼色。我走进厨房一看，他正在给我炸荷包蛋呢。好，孩子们，你们都给评评啊，他说的好不好？好。该得多少分？五分。郑老师，雷凯没来上课，作业也没完成。他今天跟我请假了。老师，你喝水。老师，我没有完成作业。因为我没有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孩子的父亲
很喜欢他，每天下班回来总逗着他玩。那天下着雪，路很滑，他父亲刚发工资就跑到商店里给他买了一辆玩具汽车。回来的路上他脚一滑摔倒在马路上，哪知道刚好过了一辆卡车，没刹住，从他身上碾了过去。我妈说，父亲送你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妈把我抱去，父亲含着泪，抬手想摸摸我，可是总也没抬起来。我的名字是父亲给我起的，他希望我做个真正的男子汉。那天晚上同学们叫你到我家，你怎么不去？其实我从小就不去别人家串门。为什么？我妈不让我去。虽说还是艰苦点儿，但日子总归一天比一天好，人总该有个知足。我只希望雷汉今后能有个出息。老师，我就拜托您了。下个星期日，全班到郊外旅游，一定要去啊！我是慢走。再见。再见。哎呀，真是啊，真是啊！哎嗨，就是这怎么办啊？第一次来。哎，你看这俩是怎么签的啊？一起去，一起去，放自己不行。出来你啊，老板，哎，签了没有？哎，老板怎么着？签了没有？没没没没没，签了。哎，老板，老板，怎么跟他谈的？借着借着，你敲门，咱俩是两码事，两码事。去了好几次都没签呢。我不去，你先说说。我不去。哎，问你什么了？别保密啊！不不，是我老婆在那边。嗨，刘山，还没去。哎，刘山，刘山，你怎么在这儿？嗯？我说是谁叫？怎么着？说看着像你吗？干什么来了？你没走啊？是不是从英国回来了？你骂谁呢？哎，我让英国佬给蒙了，签证批不下来。老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太死板。我一急，干脆托人办美国了。有希望吗？估计问题不大，托的人还比较可靠。有我可靠吗？少废话。比你强多了，美国总统的儿子。你别气我啊！哎，你是不是也想走啊？我不去。那你来干什么？我是拿我们家老头子托人捎的信。学校干的怎么样？还行吧。刘老师，刘老师，干什么呢？办出国呀？哎，等会儿啊，我先走了。美国的事你抓紧办，祝你走运。撞大运也该轮着我了，你放心吧。嗯。你吃饭了吗？啊？你怎么就知道吃啊？民以食为天嘛，这可是你说的。走吧，到我们家去。哎，刘山，临走前我们就不联系了。到美国我把钱直接还给你父母吧。好嘞。放心吧，我会给你写信的。
老师，来吃面。嗨，别闻了，没给你下毒，放心吧。嗯，还行。这还不是我最拿手的，到时候给你露两下子。你这是跟谁学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有两下子，我看你就学烹调算了，没准还能出国呢。学他干嘛？我爸爸还指望我能考上经济院校呢。喜欢经济？嗯，谈不上。不过这年头学经济还有点意思，是吧？有人找我。是去混女朋友吧？你呀，把肌肉练得发达点，不然没戏。说谁呢？真真，找我有事啊？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实习快要结束了，我想准备一下论文，跟你请三天假，行吗？行。另外，我有点事儿，想和你借点钱。可以。论文一定要好好准备。嗯，那就谢谢了。不客气，咱们到前面冷饮店坐会儿。好吧。小姐，这是您的饮料。先生，这是您的啤酒。这是您的点心，好，东西齐了。谢谢。谢谢。不客气。听说你父母都在美国。每次来信都劝我把工作给辞了，去美国定居。一个人活着多自由，让人管着太累。你要不麻溜的给他们回信，他们准不往好处想，不是怀疑你进局子了，就是猜你让车给撞死。哎，你小时候是不是挺淘气的？那倒不是，就是让大人讨厌，狗都嫌。你们家有男孩吗？有。北京干爹胜似亲人啊！哎，看报了，看报了啊！吃点这个。哎呀，好娘一份。化粪池里的女尸啊，刚出锅。我去买张报纸。刘老师啊，哎，主任，你通知一下珍珍，过几天啊，准备让实习大学生上公开课，师范学院、本院老师都来，集体评议，你通知他一下啊。好，放心吧。找谁呀？珍珍在吗？不在。上哪儿了？不知道。到了，到了。哎，哎，你把球拿。哎，师傅，我买34张星期天去森林公园的票。这是钱吗？拿整票来。这也是人民币，凭什么不卖票？我说过不卖票了吧？你哪儿的？一边待着去。你说是哪儿的？我们是一起的，零钱买票有什么不对？我们是学生，这钱是凑的。你大叔啊，没工夫点。哎，
有你这么卖票的吗？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装什么大尾巴？你给我出来啊！过来，小出来，崽子，你出来，出来，你想干什么？你出来，来，你给我出来，汗都淋地，捣乱是不是你？啊，小丫头呢？到派出所去啊！派出所这不叫办事，我不怕也玩的多，还没你呢！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今天打你，教育教你。刘老师，知道你们班两个同学干什么去了？哪两位？龚世伟、刘毅在售票厅闹事，把人给打伤了，简直给学校丢人。公安局来电话了，让咱们派人去出事单位赔礼道歉。你是班主任，学生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票是我让他们去买的，班里要组织活动。小刘老师啊，你这个班主任怎么当的？思想工作一时一刻都得抓，现在就得抓，要再不抓紧呢，这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您说的对，关于事情的起因，我想应该弄清楚。这一点你放心，至于应该怎么处理，我们会研究的。来来，再往屏幕这边，对了，再挤他一路，不一会儿啊就走了。谁啊？跳马跳后期楼再换。哎，姐姐啊，您有本事玩这个？当然有本事，去去去去，回去待着。待会儿人看了像什么样子？这儿，出去出去，别往这边出去，就往那边出去。不是，下这么多年棋了，怎么走这不对不对呀？这儿走，怎么的？这么的能加吗？这边？好好，就这样。你看你看，往这儿走，加。哎对，哎，你找谁啊？告诉你往这儿走。我是刘毅和龚世伟的老师。你是怎么教育学生的啊？你看把人打成什么样子了，到现在头脑还不清楚呢。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教育的学生，你是怎么教的？你看你好好看看。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说的倒轻巧。王叔，这学校老师，这是医药费、出租车费、营养补助费，另外还有啊，他这一病休，还得损失一个月奖金。200块钱，也得归您，您看着办吧。好，好，是那当然了，反正都得。哎，有点忘了，我也当面了，忘了啊。咱们坐了，热乎了啊。哎，给他多少钱？25一个，有多少？太贵。哎，三件件的包子，一共是583.07。这还差16.3。算了算了，我认倒霉了，一定要严惩凶手。得，您走吧啊！得了得了，走吧。哎，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那学生吧。不像话！哎，现在也太无法无天了，两小痞子就敢打咱私售人员。就是，现在皮软是怎么着？以后还想不想坐我们车了？是啊，就是甭想坐了啊！我是刘毅的老师，来接他来了。好好，你等等啊。老王，把刘毅带出来。哎，走吧。哎，给您。刘毅，回去好好跟老师说说啊，写份检查，听见没有？刘老师，哎，您给签个字，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啊。好。你小子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委屈了你还？是他们先动的少。先填饱肚子再说。我还真有点饿了。提供年轻的后勤之秀迈克尔·安德雷蒂以4.72的优势战胜了他的父亲马里奥·安德雷蒂，夺得冠军。这是他转入世界 F1 汽车赛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这儿。嗯。
谁呀？妈，我回来了。混账！你还有脸回来呀你？滚！我没你这样的儿子。我是刘毅的老师。哎呦，哎呦，我说老头子，你干什么？你疯了你？这是咱小毅老师。啊？哎呦，刘老师，你说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没事没事。给你拿烟去。哎呦，林老师，真对不起你，这老头子就这么脏，你说真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来擦擦。刘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没事儿。哦，来你坐着，我去拿烟去啊，擦擦。烟呢？什么烟？烟你还不知道？不知道，你自个儿找去。这人没法说，这个孽障，18年了，咱们算白辛苦一场。我早知今日，我当初何必养他这么大？行了行了，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也少叨叨两句吧。老头子，消消气儿。这也怪咱们打小对老疙瘩太娇惯了。哦，照你这么说，他出了事儿，倒是咱们的错了啊。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做父母的总得担点责任吧。我担什么责任？我不认这孩子。咱人老师了，看你还不跟人赔礼道歉去。嗯，哎，二老别着急，刘毅出事儿，我当老师也有责任，以后咱们共同教育啊。刘老师，你抽烟。不不不，爸，妈，我错了还不行吗？哼，啊，我改。放心吧，刘毅是知错必改的孩子。刘老师，我还有脸来见我？跑什么呀？敢做敢当吗？把刘毅一人放在那儿，好意思吗？不好意思，我怕蹲局子，考大学肯定是个麻烦。再说，进去会连累父母的。是啊，怎么了？你父母不是外交官吗？没准说出来，人家还能对你客气点。老师，不是，我父母是使馆的大师傅。不能够吧？那都是我自己编的。你累不累啊？啊？这么点年纪哪来的毛病？打吃面条那会儿就知道你是个什么鸟。老师，那我怎么办？回屋做面条去。哎，明天还得上课呢，走吧。嗯，我觉得不错。喂，是师范学院吗？请您转一下中文系。刘山，我回来了。真真，你论文准备了吗？啊？这是还你的钱。嗯，我还以为你丢了呢，让我的腿都跑细了。喂。哎喂，我是刘山。啊，我老吴。啊，吴主任啊，什么事儿？真真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你告诉他。哎。好好，别忘了啊。嗯，知道了。今天下午第一节该你上公开课，你们系里和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来听课。谁说今天下午上公开课的？怎么也没人通知我。上礼拜六吴主任安排的，让我通知你，可找不到你人呢。吴主任，这教案是怎么准备的？太糟糕了。没想到对自己的前途这么不重视，真不能理解。太可怕了！现在的年轻人都挣钱挣钱，不能学的都是啊。教书匠怎么努力还是穷酸相，谁还愿意干？就是了。事儿都过去了，就
甭管那么多了。我看你最近情绪不好，能不能切磋切磋，别一个人闷着。其实也没什么，反正全都过去了。刘老师，赵丽英倒了，在哪儿？在操场上。周林过去有过这种症状吗？过去不太清楚。你不是他的班主任吗？这事儿不属于班主任管，她是女生。那就把她的家长请来。看来这不是一般的贫血。你看是不是问问她自己，家长我们找去了。刘山，怎么样？家里和单位我都去过了，他父母都不在。问他去哪儿了吗？问了，他们说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哦，我让孩子们又去找了。好点吗？最近是不是睡得太晚？过去有过贫血吗？周玲，你别难过，你父母很快就会来的。怎么了？我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不是说他们对你挺好的吗？那都是我编的。说心里话，我很喜欢我爸爸，在家里我最喜欢他了。这几年他们总是吵架，把家里的东西都快砸光了。在哪儿？老师，在哪儿呢？妈来了。玲玲，玲玲乖，这是怎么了啊？玲玲，妈知你心里不好受，走，跟妈回家去。我不回去，我再也不回那个家。我真想死，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您别激动啊，让他在这多躺会儿。你是想死是吧？是不是？好，你想死，行啊，你去死啊你！你怎么不去死啊你？你去呀！我能你这么不容易吗？啊！我跟你说。你是谁呀、啊？这是女孩的病房，你在这儿干什么？出去，马上出去。周林的班主任。啊，班主任，就你这号的班主任，没文化呀！好，我告诉你啊，这学院我不上了。这么好的女孩，让你们给弄成这样。玲玲，走，回家，跟妈回家。妈，回家。你先别着急，有什么话慢慢说，多管闲事儿。不是，周玲病成这样，她得休息。病成这样。他是在你们操场上晕过去的啊！你管过他们啊？这会儿你说出这种话来了，出去！这是我们娘俩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走。妈，妈，您别说了。玲玲啊，妈，您到药房给他取药吧。玲玲，你是我的命根子，你怎么都听不懂？我跟你走还不行吗？您是他母亲的，您不能对他这样。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们是老师，出去，走。老师，老师没有你们这样的，你们马上给我出去，赶快给我走了，我赶紧走，走吧，玲玲，我不愿意丢人现眼，玲玲，你别说了，不懂事呢，玲玲，哎，我说你出去呀，妈，玲玲，走。周玲这孩子现在不会有事儿吧？明天我去看看。那母夜叉，要不是怕周玲受刺激，真得给他点颜色。你别喝了，你看你的脸红得吓人。徐姐，来瓶酒。我看看。
又我呀，亲弟弟，少喝点吧，喝多了伤身子。徐姐，嗯，您今儿没看见，那当妈的还算人吗？嗯，整个一畜生，一王八蛋。来一，两张。你不能再喝了，你醉了。今儿个就打住吧啊。那不行。哎，别让他再喝了。刘山，你不能再喝了，你看你醉成什么样了。哎，有火吗？没有，自己买的。算了吧，少抽点。你要怎么那样？哪样啊？你他妈怎么那样？哎呀，好了好了，有火没有火？好了，你们都少抽两句，你就别抽了。我就不借你。哎呀，自己买去。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一毛钱都不舍得花。你就别抽了。哎呦，亲妹妹来了啊 ！Hello， 布里。哎，杨梦，你怎么了？啊，哎，是那英，我是刘山。亲弟弟，有话慢慢说啊，慢慢说。哎，请吧。这是我的朋友。嗯，你好。这回是出去了吧？又带回来一个，刘山，别胡说八道。知道，他是你的大娃子。该学俄语了，不是准备去读连体吧？刘山，别太损了，你爹妈那5000美金我会还你的，咱们走。那好，我们走吧。Das Vidania。他们是谁呀？嗯，我说亲弟弟，把大姐的生意给毁了吧。听我一句，凡事别太较真了啊。这年头的行情越来越邪乎了，现在的人哪儿都敢去，什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有咱龙的传人。可是话又说回来，你看，你大姐这儿现在也用上杨大公仔了，你看。回去吧。小刘老师，别嫌我话多啊。我过去担心过的事儿，这两天终于发生了。哦。不少家长跑来告状。告状？告什么状？谦虚点嘛，你带的这个班就没有问题，好好想一想嘛。刘一、龚志伟打架斗殴，这是第一件嘛。第二，周林病倒，他母亲哭着闹着要求退学，说你不关心他女儿。第三，这学期期中考试，你们班是全年级的倒数第二，这些还不够吗？嗯嗯，不愁。另外，有人反映你和那个女大学生整天吊在一起，结果公开课上成那个样子，这不都是问题？我已经通知他了，下个星期甭来了，实习可以结束了。这有点不通人情吧？我觉得这是对人的一种伤害。好了好了，我今天不跟你说那么多了。你是教师，是做教育工作的，肩负着教书育人双重责任嘛。你们班的学习成绩下降，思想上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因素。什么混乱因素？请说具体点。你要想听的话，我们可以另外找个时间。您看这样吧，吴主任，您最好找个时间把告状的家长都请来，咱明人不做暗事，有话当面讲。可以，我没意见。你们都说说啊，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怎么没人说话啊？有事就当面讲嘛。谁又说什么了？咱大伙说说，我刘一是那人吗？没说你。
谁在背后捣鬼，谁就站出来，别这会儿装傻。怎么不说话？都说呀。高端，我要在背后嘀咕个什么？我不是人。我没问你这个。期中考试咱们班倒数第二，你怎么想？谁不及格？你问谁去？我就问你，你是班长。该问你，你是班主任。别吵了！好好好，到底谁啊？你想好再说。吵什么吵？老师，对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问题，我有些看法。这次，咱班的分数确实是低了些，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有些老师，为了争一点虚荣，对班里的同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句实诚的，真金不怕火炼，有本事咱们高考见。对，好，高考见。高考见，高考见，真的好。喂，喂，哪位？柳山，你能马上来一下吗？你现在在哪儿？就在路边的电话亭。你干嘛不到我这儿来？喂，喂，喂，你先别走，我马上就到。干嘛呢？没什么，就是这两天我老做梦，还竟是噩梦。别老吓唬自己。分配方案下来了吗？还没呢，也不知道你们学校会给我什么样的评语。别怕，天塌不下来，死不了人。真死了，倒也踏实了。各位家长同志，今天请你们来啊，是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教学上的一些想法，啊，和自从我接管这个班以来的一些情况，希望各位家长在得得得，你别啰嗦了。哎，我问你，昨天你对我的孩子施加什么压力了？施加压力啊？我们孩子吓成那样。我不明白。哎，怎么着？我刚给学校提点意见，你就拿我们家孩子撒气，是不是？就是。你才来几天呢，我们家孩子就学成这样。哎，你瞅我们家那孩子多乖呀、啊，可到他手里一点好也学不了。这老师怎么教的呀？怎么茬儿这？这孩子算毁了，把我们孩子吓了。其实这事儿的情况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对孩子们说，回去告诉你们的父母，有话当面讲，别净在背后使绊。反映情况，哼，就是跟你在背后使绊啊。就是。对我有意见。该当面对我提。哎，对对对对，就你这态度，我们反应得着吗？就是，你能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开这家长会呢？啊，
这谁让我们来的呀？我说啊，这个老师简直，这是什么话呀？你还敢这么说？讲话呢？干什么呀？我说你有这样的老师吗？这种老师能叫学生？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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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一下。这叫什么事儿啊？安静一下，咱们这样好不好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咱们一个一个来。我来说两句吧。我也是位中学教师，在教育战线上，我已经工作了将近30年了。我想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说句老实话，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他很喜欢你这位老师的。这个学期我发现这孩子他对课外读物有了很大兴趣，知识积累也丰富了。当然我也不赞成死背书，可快要毕业了，精力不能分散，考大学得看分啊。我补充两句，提起看课外书我不反对，关键是看什么书。对呀，看什么性知识啊，我不理解。这种书呢，十七八岁的孩子看这类书会有什么后果？不是看过性知识就不得了的吗？现在的中学生看过性知识不算是新闻了，让孩子们了解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只能说是有益无害。不知在座的家长，你们当年对这类问题是怎么考虑的？我们没看。哎，怎么着？照你这么说法，你倒是赞成学生看性知识了，啊？我看你啊，八成早就是过来人了吧？就是。嘿，你说咱们这孩子，就跟这样的老师，他能学什么好啊？你什么意思？让孩子们知道一些性知识，这与西方的性开放完全是两回事，这点要分清楚。喂，你好，要哪里？是师范学院吗？是，请您给我转一下中文系女生宿舍。好的，请稍等。喂，找谁呀？我找珍珍。哎呀，她不在不在不在，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烦不烦呢？哎，她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刘老师，进来吧。你怎么了？我知道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您。没关系，有什么事儿吗？我找甄老师没找到，只好来求您了。我说了，您可千万别对别人说呀。到底是什么事儿？我怀孕了啊！我该怎么办呀？你在搞什么搞你？我妈嫁了一个香港人，要我退学跟她儿子订婚，结果就……她人呢？她把我骗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活该！老师，我打扰您了。周玲，明天去医院吧。去医院要？你不用管了，我陪你去。Thank you.
好好休息。孩儿们，今天你们大家来给我过生日，我很高兴。干杯！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先唠叨两句啊。期末马上就要到了，咱们班这回能不能在全校拔拔粪，就全看你们的好了，是吧？当然了，咱们班个顶个的，哪个也不比别的班的差，是不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咱就是蒸不熟一锅包子。也得争他一锅气吧。好嘞，是这样，不错。放心吧，刘老师，您得答应我们全班同学一个共同的要求。什么要求说吧，只要你们真能给我露脸，我就是钻桌子拿大顶，什么都行。我们希望您把我们教到高三毕业了再走。对，刘老师，刘老师，答应您就答应我们吧。留下，答应吧，刘老师，答应吧。行。好，太好了，太棒了！刘老师，这是我们大家送你的生日礼物，给。是，你看看，你看看。哎，老师，这礼物您可不能白拿，得给我们出个节目。对，就是。特别猫，我们学狗叫，学猫叫什么的，没错，对不对？对对，您得出节目，老师得来出节目。对，来，行，来一下，我给你们跳一舞吧。哎，好。是我在你们这岁数学会的，一个动作跳出四个节目来。来啊！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走在大路上，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发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找谁啊？你们哪位是刘山啊？我是。哼，你他妈流氓，打你啊！哎呦，干什么你？找死啊！臭流氓，装什么傻呢？你别找不自在，敢打我们老师！嗯，你要干什么？想打架啊？你们躲开！你是谁啊？你别装的人五人六的，糟蹋完了没事了。我问你，你到底是谁？你他妈少废话，走，跟我上公安局去！我告诉你，你要再敢动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个做老师的，你想想，你对你的学生都做了些什么？我的学生，我的女儿周玲。你是他父亲？对。你女儿说是我，是医院那张单子上有你刘山的签名。周师傅，你去问问你女儿，这个人是谁，他母亲最清楚。你躲哪儿去了？我这通找你。你找我干嘛？先进屋再说。不了，咱们去吃饭吧，边吃边说。我可是囊中羞涩。今天我请你，你带嘴去就行了。哎，咱们去哪儿？还是老地方行吗？上一当。对。
你来了，亲弟弟。你瞧，我今儿给赞助出去了，一群学生在我这开 party， 你们先在那边喝点饮料怎么样？行啊。好，安德烈，招呼一下。啊，知道了。啊，小姐，随便啊。你们好，请问你们要喝一点什么东西？你好，咖啡、饮料还是啤酒？可乐吧。可乐。好，先生你呢？啤酒。哦，青岛啤酒。对。好，请稍等。小姐，你的可口可乐。谢谢。啊，先生，这是你的青岛啤酒。来。下一个吧，你看这么快了，你们年轻人，你们玩吧。好了好了。来。分配方案已经下来了。没把你分出去吧？分出去了。分得很远。你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我们家里出了点麻烦。怎么了？是我哥哥出了点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啊，来，这是大姐赞助的，你们慢慢吃啊。嗯，他们一会儿就完。好。哟，啊，你们先聊着啊。哎。真真，能告诉我吗？我父母都是从北京去的制片青年，他们非常希望我大学毕业以后能留在北京。可是不久前，我哥哥成了犯人，而且罪很重，现在已经不在了。我知道以后，心里特别难过。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决定回去。再说，那也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我就是怕你后悔。可能吧。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班的孩子，还有我在这等过你，记得吗？记得。别走了，就在这分手吧。还能见面吗？可能吧。我走了。有时间来电话吧。多保重吧。
喂。是山二吗？哎呀，你到哪里去了？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什么事儿啊？美国方面我们都说好了，可就是没有你的消息。你要知道，我们在这儿为你费了多少力，花了多少钱，求了多少人呢？可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我知道，我还有些事儿要办。妈，我就再待一年，就一年，我已经跟那些孩子保证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待完他们高三毕业，我一定去。喂，你爸要跟你说。刘禅，这回你可要想好了，你还认这个家的话，就按我们的说法快点过来，不然的话，我就算没你这个儿子，你也算没我这个父亲。这几天我也是到处找你啊，看你在班里那么忙活，我想还是过几天吧。小刘，我看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不过让我说句实诚的，你的工作总的来说干得还是不错的，感谢你啊，小刘。像现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一般的年轻人做不到。下个学期呢，区里头分配给我们两名大学生，所以这人手嘛，就不像这个学期这么紧张了啊。吴主任，也巧了，我今天来找您也是准备告辞的。小刘，这是你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我给你领来了。谢谢吴主任。刘山，我走了，真遗憾没听到你的声音，所有想对你说的话只能说给自己听了。我这一走会很远很远的，孩儿们，让我像刘老师那样称呼你们一次吧。别忘记我，别忘记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好日子。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堂课。可是我最后要说的，孩儿们，老师，您还是坐下给我们讲课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留给你们做下个学期的班费吧。我今天想和全班的孩子们到郊外玩一次，也是我最后一堂课的内容。直到现在我都羞于启齿，我干了我一生中最窝囊的一件事，当着全班孩子们的面，我竟忍不住哭了。